你这是往哪里开啊？这方向不对啊！司机，你先停车，你停车呀！哎，你快停车呀！哎，快，快下来！下车！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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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办妥了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让他们等我消息啊，拜。这么晚了你不睡觉，在这来回走干嘛？没事，你睡吧。你到底打还是不打？啊？我这……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我早就看不惯他那张脸了。干什么呀？看不惯又怎么样？看不惯就想打呀？干什么？连我都想打啊？抽什么抽啊？站着守灵啊？去那边看看去。哎，打个电话。去。啊，想不想要命啊？想开一点吧。就是啊，就为这点小事也生气啊？听说你是香港的首富是吗？我们这也是生意吗？为钱干什么呀？何必打打杀杀的？最主要是开开心心拿到钱就好啊！别让我们兄弟们过几天好日子嘛。用钱打加分吗？现在怎么办？啊？还在免灾？啊？听到没有啊？打电话给豪哥，我们该办的事都办完了，就看他和阿勋的了。我硬了。喂，说。你那儿情况怎么样？什么？好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等我电话，好吧？怎么样，豪哥？小马说，那个家伙又臭又硬，死活不给他们家打电话。去，豪哥，他不打，我们给他打。把资料递给我。喂。你好，请问是郭夫人吗？哦，我是啊。你丈夫现在在我手上。停车！停车！
喂，我是梁柱雄啊。啊，梁探长你好，我是郭桂香的太太。哦，郭太太啊，啊，郭先生他好吗？啊，梁探长，我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啊。哎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有什么要紧事吗？我想亲自去你们那儿，麻烦你帮我找个人呐。啊，好啊，没问题啊，我跟他们打个招呼，有什么你尽管跟他们说，能办的我们一定会替您办的。好啊，好，就这样，再见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对对哎，哟，土豆烧牛肉，官司啊，今天请我们吃饭呢。你是不是赌马赢了？你赌马赢了，是拿碗呢？是拿碗？快快快，香啊！香啊！我要下手了。真是，队长，哎呀，太棒了！快来吃，快来吃。喂。这样，明天下午你先去会会这些人，看看他们有什么要求，我们会在暗中跟着你，看看这些绑匪到底是些什么人，然后我再想办法找到郭先生。你们跟着我，那他们不会发现吧？放心吧，郭夫人，如果连这点活都做不好，那我们就改行做烧牛肉了。阿山，给郭夫人拿窃听器。是，郭夫人，您是一接到电话就来找我们的？对呀。那您怎么会？怎么，我做的不对呀？哦不，您做的很对。不过，怎么说呢？您就不怕您丈夫？我当然怕了。可是怕有什么用呢？所以我想了想，也只有你们能帮我。怎么？难道你们还想让我大哭一场，然后拿着钱去
去和那些绑匪们商量怎么赎人。宽四，快，你看，是赵世豪，是他，果然是他，太好了。阿慧，你们注意了，目标人物是张世豪，他已经进去了。收到。宽四说，目标是张世豪，他已经进来了。啊，那咖啡好喝吗？当然好喝了，我不骗你的。你真的不要加糖了吗？现在在哪儿？在你后面。啊，怎么样？还行是吧？挺好的。郭太太吗？您是？我们约好的。哦，请坐。一杯咖啡。好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郭太太长得这么漂亮，郭先生真有福气啊。你们俩联系上了吗？我也没想到，绑匪会长得是你这个样子。哼，是吧？那你想象的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面。那么看来我们很有缘分呢。请问你怎么称呼？啊，这个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要谈的事情。那我怎么知道我丈夫在你手里？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差不多有28个电话了，说绑架了我的先生。你是第18位。话都是你说的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让他老婆接电话。怎么样？你老婆要和你说话，你听不听啊？说话呀，桂香，是你吗？你在哪儿啊？你说话呀，桂香。喂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好歹也是生意人，这么看不开啊？我们也是做生意，大家都是图财，赚到钱是最主要的，谁也不想图命，对吧？你也不想做到最后连命都没有了，和你老婆说句话吧。桂香，桂香，你跟我说句话呀，桂香，你现在怎么样啊？啊，桂香，阿姐，是我。我是桂香，你，桂香，桂香，你怎么了？桂香，怎么样，郭太太？现在我们可以谈了吗？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林先生来了，就等你了。来来来，喝点什么？我来结账。什么？30亿？你要30亿？我没听错吧？我看你是疯了吧？哼，我看他真是穷疯了，张口就要30亿。
这是我早就调查好的。你们家大业大，实力雄厚，这是我对你们郭先生的看法。其实我对郭先生已经仰慕很久了，不然怎么能跟您谈合作的事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想让您了解一下我的真实想法。其实呢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很真诚，希望您能再仔细考虑考虑。我没什么可考虑的。您觉得如果郭先生来谈的话，他会怎么说呢？那也好，再考虑考虑也好。您恐怕也知道，我们做生意的人，时间就是生命。我想如果是郭先生来谈的话，他也不会希望考虑的时间太久吧。明天还在这儿等你的答复怎么样？下面的事情我们再约吧。真够狡猾的。怎么了？说了半天一句能用作证据的话都没有。是不是已经发现我们在窃听了呢？队长，队长，我们的咖啡喝完了，该走了。收到了，你们先不要动，等郭夫人走了以后再离开。明白了。怎么样，豪哥？不太顺。我总觉得这个女的有点邪门。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她？没什么。阿徐们，你那儿情况怎么样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。郭夫人现在出来了。行了，他现在已经开车走了。好了，现在可以收工了。我们刚才是在这儿吧？不，这是停车场。我们上午在这儿。哦，对对对，在这儿。关 Sir， 人带过来。关 Sir， 怎么样？看见那些绑匪了吗？赶快去抓他们呀！我们不仅看到了绑匪，而且还知道他是谁。是谁？他叫张世豪，是个老贼头了。张世豪，你们怎么不去抓他呀？赶快把我丈夫救出来呀！你敢肯定你丈夫就和他在一起吗？快带着家伙。那最起码他知道我丈夫在哪儿啊。你指望他能告诉你比登天还难。张世豪很狡猾，如果我们现在抓了他，不但告不了他，反而会害了你丈夫。哎呀，怎么办怎么办呢？说不定待会儿他会打电话约我下次见面的时间。我想要救出你丈夫，必须能够做到三点。第一，要先稳住他，争取到足够的时间。第二，要了解到他们把你丈夫藏在什么地方。我丈夫是在安溪失踪的，他们可能把我丈夫藏在安溪了。那可不一定，大陆那么大，要是他们绑了你丈夫藏在西藏怎么办呢？不可能吧？有可能，就算是藏在安溪，可安溪那么大，有好几个香港那么大，我们也很难找到啊。那，所以你还是先听关 Sir 把第三点说完。第三，如果他真是被藏在大陆的话，那就得靠大陆警方调查了。所以在确定了被藏的具体地方之后，我们必须联系到大陆公安，共同破案。那我该怎么做呢？你要做的很重要，你必须和他拖延时间。但又不能让他看出破绽，这一点也只有您能办得到。只要您那里能争取到时间，我们才能做好后两点，把您丈夫救出来。可您一定要记住，张世豪非常狡猾老辣，如果一旦让他察觉到您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那您丈夫就危险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您这次必须要和他真谈，可以摆困难，各种各样，
让他觉得既有道理又不能解决的困难，最后让他自己妥协。我知道这样做很难，可是您必须想办法做到。您放心吧，每次您和他见面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派人在暗中保护您的。只要您能争取到足够的一些时间，其他的我帮您搞定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关 Sir， 这么做会不会太难为他了？哎，这次啊，一切都看他的了。那我们怎么去查郭桂香的情况呢？派卧底？不行，那太危险了。我在想，能不能有什么方法，既能从张世豪那里套到消息，又不至于引起他的怀疑呢？那能有什么方法呢？那家伙又狠又滑。哎，要想让他说实话，找跟他亲近的人。有道理。要是能找到一个既肯帮我们办案，又和张世豪能够亲近的人就好了。那我们到哪儿找这样一个人呢？要抛这些股，也得经过董事会的同意，才能够把这些股票抛出去。更何况我丈夫现在不在。哎，就像你说的，既然我们要谈，那就得有点诚意，对不对啊？能不能要价合理一点？这个数字太大，我得查一查，看看有没有这个能力。你要多少时间？起码要一个星期。我就给你四天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关四，张世豪起来了，他要走了。四天，我们又有四天时间可以用了。你赶快告诉丁梢的人，让他们原地别动，等郭夫人走了以后再说。Yes。各单位都注意，各单位注意，维持原状，等待命令。维持原状，等待命令。你有多大的把握？现在还不好说。关 Sir， 情况怎么样了？收获很大，郭夫人又帮我们争取了四天时间。我的收获也不小，该查的人已经查到了。他叫陈美莹，是警校资料室的管理员，从小居住在油麻地。跟张世豪的关系很密切。这是他的资料。嘿，还真有你说的这位啊，看样子还挺漂亮的嘛。哎，怎么弄到这个秘密武器的？这个嘛，是内线保密。好，马上见见你那位秘密武器。嗯，走了，下班了。陈小姐，陈小姐。
陈小姐，奇怪了，去哪儿了呢？他会不会出去了？不会啊，现在上班时间他能去哪儿啊？哎呦陈小姐，哎呦你在干什么？哎呀呵，刘 sir， 哎呦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整理书呢。我还以为你摔死了呢。哎呀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两位是欧记的，这是关警官、苏警官，他们找你有事。哎呀，哎，别踩着书啊！谢谢。对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啊，你们先聊，我还有些事情。好啊，你忙去吧。哎，好好。来，我们来吧。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听说你跟张世豪很熟。小时候认识。他现在见到你还认识你吗？应该认识吧。小的时候经常在一起玩。怎么，你们想知道什么？内部通报不都有吗？我知道也不比你们多多少啊。我们找你不是了解张世豪的事情。那是干什么？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。我一个管档案室的，我能帮什么忙啊？我们想请你在张世豪身边做卧底。是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张世豪已经到了甘诺百货公司了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没事吧？没关系，随机应变嘛。一切按计划行事。OK， 好。他现在在一楼，靠左手第七个柜台买打火机。你马上进去，装作和他偶遇。关 Sir， 能不能别让我去了？你说什么？我真没干过这种事儿。陈小姐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他马上就出来，案子能不能破全看你的了，拜托你了。哎呀，我关 Sir， 我陪他去吧。好，可你不要走太近了。嗯，我知道。走，陈小姐，你来。苏小姐，我来走吧。我真的不行啊，我苏小姐，我跟你去。哎呀，别让我去，我没事，真的没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哎呀，我拿着，我哎，来拿着，走吧，咱俩去，我没关系，没有把握，在你旁边。不行啊，苏小姐，哎呀，我冷静点。关三，您看行不行啊？喂，行了。他已经进去了。陈小姐，我就送你到这儿了，向前走，往左拐，好吗？哎呀，
苏小姐，我真的不行啊。陈小姐，没事的，周围都是我们的人，你放心，没事的，好吗？哎呀，哎，就这样了啊。哎。活见鬼！他搞什么他？哎，快看官三！哎 ，Mary， 好久不见了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对不起。你有病啊你！谁是你 Mary 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Jenny， 你不认识我了？哟，豪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走走走，找个地方聊聊。好。哎，关 Sir， 好像有希望了。但愿别再出问题了。行了，张少已经走了，我们会跟着他，你们跟着我的车。好。他做的还真的很不错。很多潜能啊，都是这么逼出来的。
关四儿，你看，一切都挺顺利的。喝高了。看来这家伙要走了，我们还要跟着他吗？看看情况再说吧。嗯，记住号码啊，到时候给我打电话。好，我走了。哎，拜拜。你真的很漂亮。